陈凯歌点评郭敬明 AI 上热搜，知名导演他们都很自私狭隘。陈凯歌点评郭敬明 AI 上热搜，先简单的说一下事情的起因。在最新一期节目中，郭敬明导演的作品 AI 已经表演完了，陈凯歌是这样点评这部作品的：精进的表演在具体的细节上表演得很好，但是电影本身要真实，逻辑上要自圆其说。虽然电影需要煽情的时刻，要达到这个点就要做到小真实，用小真实来达成大真实。看完陈凯歌的表现后，有非常多的网友坐不住了。陈凯歌是在用专业的角度看问题，将作品的不足说给他人听。可能是在之前的节目中，他们二人言语争斗的次数太多了，所以才会引得网友们猜测他们二人关系不和。在陈凯歌和郭敬明身上，刘信达只看到了满满的文人相亲，没看到一丝一毫的惺惺相惜。呜呼哀哉，呜呼哀哉。